尊老爱老啊，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和美德。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，很重要的是要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。我应该是86年呐，整四年。我打过敬老院，都很满意，特别痛快。这么大的房间，那卫生间一进去，洗澡吧是什么事都给办了。我来敬老院5天，第6天习主席就来了。你说我幸运吧？那天我们都在那儿唱歌，唱《北京的金山上》，结果唱的呢，那个门推开了，习主席进来了。大伙儿呢也都是这么看着嘛，也主要都没想到是他，所以但是一下知道是他，我就沸腾起来了，大伙儿就鼓掌哦，挺那种兴奋，都那种激动的。老年人的事业啊，中国会越来越加以重视，越来越加强这项工作啊，所以我来这里也是，要体现党中央重视老年事业的发展。画画呢，讲纸的多报小组啊都有，就连理发师都去了，都只要是跟老人生活上密切相关的，总书记都挂在心里。2013年7月1号入职了四一青敬老院，当时我是负责阅读小组，在那块儿呢还有幸和习主席合影。合影之后的话，他就说一定要把照片发到每一位老人的手里。现在正在上手工课，老人们正在学习穿珠子。当时习总书记来的时候，就有老年人在这儿穿珠子，还得到了习总书记的称赞。怎么设计的？那是造型。当时老人们穿珠子呢，都是自己从书上看来的。现在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老师，来教我们老年人一些手工活动的课程。因为他那个拐弯啊，或者这个穿珠顺序啊，那很有讲究的。老师教这个怎么教，我们怎么学。一个是确实要动脑子，不然的话反方向，你还得拆掉层那什么的。咱们敬老院是1958年成立的，起初呢就是为了供养镇域内的20多名五保户，现在总床位数是756张，其实就是特别注重老人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，就增设了这个叫夕阳舞者的系列活动，像有文史者，就我们会组织一些老年人的知识课堂，然后有思考者，现在开展的是像手机课堂，还有运动者，更多的可能是舞蹈课、体育课，包括打太极这些，还有创造者，就是手工类的活动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娱乐者，就是通过这个夕阳舞者活动来满足老年人在院内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啊，80后了，然后呢离开家以后孩子们也很放心，我们这生活也挺好的，生活很愉快也很充实。我们喜欢舞蹈唱歌，太极拳、太极剑、太极扇我都参加，都是我喜欢的。当时习总书记说要不断的完善标准化工作体系，来满足现在人口老龄化的这个趋势，然后用标准化来管理所有的工作流程。工作人员像一开始吧，咱们的持证率可能没有那么高，现在是100%的护理员持证上岗。咱们是2015年然后是被评为北京市的首批5星级养老服务机构。就是说这个老人怎么去给他翻身是吧，怎么样从床上给他转运到轮椅上，从轮椅上怎么再转回到床上，都是有不同的动作以及标准。你看我们平时都有一些日常情况护理表，每个老人都会有，然后咱们这个翻身的话，它也是有更具体的一些表格，2个小时一翻，咱们标准是这10年间呢，就是我们也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，包括一些慈善协会、行业协会就对我们多加关注，我们就一直做的是一切为老人着想，一切为老人服务。让老人给我们生活什么地方都有保障，就是没有思想负担了，这特别放松。
家老人。所以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里边啊，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老年人的幸福怎么样，我们老有所养怎么样，老年人的健康怎么样，我看他们都很高兴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推进医养结合，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。让老年人老有所养，老有所依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安，关系社会和谐稳定，大力发展老龄事业，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。